现在搭捷运来到高雄国际机场，那我们待会呢6点的时候啊会出发前往香港来做这一次的拍摄。那我们这次呢也是有准备一些地点，然后还有在 IG 上面收集了大家给的一些推荐，那整理了一下呢，我们会去几个地方，实际会去哪里呢再请大家多多期待啦。那这一次呢总共是4天3夜，622到625，我跟丽恩是第一次去香港，所以蛮期待我香港那边的街景啊之类的，因为很多人都说香港到哪街景都能拍照，而且都可以拍出很复古感的那种感觉。进行喷雾小罐的可以吗？托运还是？就托运呢。不得不说，华航的这个地勤的服务小姐啊，服务态度非常好，很热情。然后就是有闲聊了一下，然后就是帮我们处理的很好啦，我就觉得他们服务真的也很棒。那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全哥他这次用的是翡翠卡的关系，不清楚，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翡翠卡是什么。绿色的，我比较绿啊，我头顶。全哥，我们现在要准备去哪里？准备带你们去开箱华航贵宾室哦，有小绿卡跟小黑卡，就可以带你们进去了。这里面可以喝酒 ，Whisky XO， 哇，那个是还好我没有带济公来。Hello， 丽恩要吃什么？吃什么呀？我们第一次进来这个贵宾室。哇，各位，我要第一次初体验，在这个贵宾室里面的点餐，先扫一下 QR。全哥，如果不吃牛，可以吃猪肉面吧？有啊，有没有猪肉面啊？猪肉面，笋丁霸王 ，OK， 送出订单。看一下这个肉多脆，有没有夸张？试试看，哇，还有一颗霸王。超香，我这边还有一盘，这是这个叉烧包，这边先吃饱，等下去香港就不用吃了。第一看，哦，好爽。哇，怎么样？可以将 QI 和江姐过包来酱，有业绩压力的对啊，业绩压力来把它一起赚，哦，一起赚哦，挂包是你负责的对啊，挂包你做，来呀，看着看着 YouTube， 哎，阿兄你加点四分出来，谢谢，哇，阿姨帮我们准备的这个好可爱哦，这是上面有华航的 logo 吗？哦，赞赞赞，阿姨谢谢。感谢感谢，哦，叫了叫了，吃看完吃看完，香港那边有贵宾室，有，他也可以进去，有，我们也可以进去，都可以啊。全哥，你真的很给力耶，
我们见世面的，我们见世面。靠一跳，这有什么困难的？台北让你们更爽。台北航班。忘记吃咸蛋。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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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欸，你们又遇到粉丝了，哇，当都被认出来。哎。各位，我们要飞啦！我们要飞啦！飞了，飞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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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Set me free. I'm running addicted to you. And it's twisted, you've been gifted with the evil voodoo. Got me coming back for more, even when I've been screwed. Dolls for the kids, pierce my heart straight through.香港的计程车是红色的，我们要上车了吗 ？Go go！ 各位，我们在香港的这个巴士上了，还蛮快的，过程像那个亡命关头的那个东京甩尾。哇，全哥，你带我们来这里是哪里啊？香港机场最近的 Outlet 城。里面超便宜的，而且香港是免税，一定要来先逛一下，逛一下衣服、裤子，是有品牌的吗？有啊，什么品牌都有。哦，走吧。我三次也没咬到你，好，我已经赢你两次了。What？